二位相爷请安，一鸣惊人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高先生真是奇人奇事，一鸣惊人天下知啊！这转眼之间就进了南书房，把古往今来的才子全给比下去了。哎呀，高先生的学问那是顶好的。啊， 没事，我就在皇上面前夸你呢。少年才俊呀，以后多多讨教。我刚才一直寻思说，谁踩了我一脚，我这手都麻了。皇上踩的。哦，皇上踩的。哎，你也在。哎哎，你有福了，你就疼着呢。这个二位相爷的知遇之恩啊，在下没齿难忘。这以后要是进了南书房，也是伺候二位相爷。 二位相爷，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！高先生，高先生，不能这么说。你是皇上钦点进南书房，你知道。哎，那是伺候皇上的。那我们都一样，都是奴才，不分彼此。不分。哦，对了，皇上没有给你派这个府邸之前，高先生委屈先住在我这儿啊！我把西院腾出来，派十个人过去。 伺候高先生的起居，哎，家具摆设，我派人送过来，先用着。